心碎的故事。那这个心碎故事呢，基本上啊、因为当初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些很喜欢很爱的人嘛，所以基本上跟他们传达你的爱。就是我从国中就会很喜欢一个团体，就是 SHINee。可能有些人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但就是提醒我说，就是大家真的要跟很喜欢的人 say something。对，然后他歌词里面其实有一句是在说 ，You're the one that I love, but I'm saying goodbye。对，然后呢，这首歌是他们写，是因为他们团员有人是经历了一段心碎的故事，然后呢，这首歌其实在记录他们的疗愈的过程之类的。对，好 ，Say something。谢谢。